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向支持大家好，哦，今天很欢喜的哦，咱这个拜五嘛，哦，就是咱甲吴国安老师共同过来切咱这块金碗，咱这块金碗愈切愈金，你知无？哦，即马老师的迄个点阅率哈，有时啊，迄落一集尔就会强要破万了呢。哦，这足无简单嘞哦，啊，老师吼，哦，愈老吼，哦，魅力愈有啦吼，哦，这是什么魅力嘞？就是讲老师在讲的这个咱这个台语的部分哈，无论用迄落真理法吼，什么，咱拢讲到拢，敢若讲受到真侪人的迄个重视啦，啊，佮有外国留学转来吼，佮特别佮来找老师安尼吼，哦，啊，咱顶礼拜咱在讲着讲，咱的语言看对咱的一个民族一个族群看我尼正重要。迄，那个啊，咱顶礼拜咱在讲着讲啊，咱这个对抗这个统治者的呢，就是为有台语的在对抗统治者，是不是安尼讲？系啊，咱就为遐过来讲起啊。对啊，哎，我都从我一时会晓个即马呢吼，听着讲反对，从日本时代当然是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，吼，啊，过来中国时代，这个国民党时代都是反对国民党独裁，吼，国民党的迫害。哦，啊，针对这款运动吼，哦，所需要的这个语言，我所听到的就是跟他台语那条，对，哦，咱即摆不是咧个轻蔑，就是我无听到用原住民的语言起来发言，哦，也是刻意的对啦吼。啊，我听你看迄落，当我时代演讲，拢嘛用台语来讲，对，台语就包括这個，咱都可以可信着。对啊，伊未晓讲台语，台语讲啊未啥好势，伊嘛是用台语讲，真甘心用台语来讲安尼的吼。等下来看下咧，啊，所以讲，恁最近吼，几年前啊啦，有出电影吼，或者啥，什么巴拉，塞德克巴莱哈，塞德克巴莱，塞德克巴莱哈，我塞德克巴莱当然伊嘛是反抗日本的啦吼，啊，伊迄电影迄个题目叫做塞德克，塞德克是伊个台亚族的一个族名啦吼，一个族名，塞德克啊巴莱，巴莱的迄个人的名，不是哦，啊无是啥，巴莱是日本话啦，哦，哎。日本话，未使讲日本话咯，已经是变迄个台亚话了，对啦。日本话转迄个巴赖赖赖赖。哦哦哦。伟大。伟大，赛德克的伟大。哎，赛德克巴赖。要讲伟大，很像，足迄个对啊，足洋啊是足遐很有意思的对啦。赖嘛，日本的赖，赛德克巴赖。啊，无你话赖啥？哦对。哦，啊，就是讲。到现代语嘛嘞，阿咧要来做一个迄个态度咯吼，做一个迄个题目，你反抗日本殖民的迄个题目，嘛是无适当个原住民语，通啊用得着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咱再看来讲吼，即代语吼，即台湾是偌重要个。客语嘛无。对。对啊，客家家遐原来是无啦。你伫客人庄来讲，迄阵啊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者的，要甲统治者抗战的，大部分出去拢嘛是讲北京语，奇怪咧。啊，唔是，迄落唔是无迄落客家的演讲者嘛有啊，爱在讲北京语。对，所以讲咱讲吼，台语就是一个历史上来底吼，是一个政治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，吼。啊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啊，即马咱今天来讲文化这方面。台语是台湾社会所有生活就包括文，包括所有文化对啦吼，包括讲这艺术啦，食衣住行娱乐，对，在隆重，隆重嘛是爱用台语来表现呢。对啊，好，那刚才上简单讲这个，我想了讲这个家啦吼，台北路吼，这个家。这个家这方面的吼，咱即摆吼，咱咧看电视吼，电视上有咧做迄个美食啦吼，哦，咧做美食吼，安尼，啊啦，食了好食，吼，安怎讲？好食，好吃，哦，一句唔对，啊，过来咧，过来，常用啊一句，常，我说别，入口即化，
入口入口即化。啊，太阳水全没了。太阳水全没了。饲料贵吧？啊，未煲就吞落去。我太阳水全没了，讲我这好食哦。对啦。啊，只有这两句话啊。嗯。哦，啊，即卖香。啊，无就口齿留香。啊，相对安尼吼，口齿留香是食了后啊。啊，食了后在咬嘴齿的时候，才口齿留香。对吧？啊，食了后哈。哎哎，迄、那个鱼无味做了食吧，唔好，食完才口齿留香。好，啊，相对这个好食，这个地方最近有一个日本吼，日本的 NHK 节目有一个叫《Cooking Test》吼，一个落去全世界，一个落去去讲食人个迄个吼，就地方美食吼，地方美食。啊，在那个今仔日，自然台北，自然台北，台北对，好。一个台，哎，是台湾啦，咩？好，前是台北，前台北，今仔日报的吼，今仔日报的是报是东港，是东港，东港一个阿伯吼，用迄个尾鱼吼，诶，迄个骨头，擘起起迄个骨头，煮咸菜，煮咸菜好，可我哋就食过，食过，哦，哇，我有时间咧，这世界，世界美，迄个美味，哈。世界美食，安尼对啦吼。啊啊，顶回，顶回唔是台北，顶回台南，台南迄个阿婆煮遐有食啦。油泼啊，咱台湾种地油料，油泼啊，油泼啊，炒芦笋。哎，哎，好。咱细汉的时阵吼，然后油泼啊，啊，然后一个砂糖安尼，安尼油泼啊蒸起来了，烧烧安尼，大家小唱一段安尼，搵一个砂糖安尼落去吃，享用。那个油泼啊，炒芦笋啊，哎，哦，可见这是天日本人哦，哎，吃起来，好吃就好吃物件。哇，台湾哦，吃，好吃就好吃物件哦。哎，日本人一直讲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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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哎，落咸啊，佫会足甘。嗯，人咸佮甘啊，迄豆豉啊，有诶豆豉个水味足甘个啊。所以台语个即个甘吼，甲中国个即个甘无共。中国个即个甘是甜，嘿，它是甜，甘蔗嘛吼，甜。啊啊，若讲即个咸粿啊足甜个吼，足古怪啦。哦，台语加一个甘啦，盐起来淡看，哦，即盐足甘个，有搞过个无？盐无甘啦，盐干啦，盐。迄盐一包呐，200块、300块的盐足够咩啊？有呀。啊，唔是讲迄落日本有迄款的迄落什么双盐啊，酸的盐嘛，伊海边啊。那去琉球，那去琉球，就一个人。啊，对对，唔是讲迄，嗯，系啦，迄伊迄店的迄话，倒一点啊，伫个遮淡看嘛，盐死咸啦。伊咧讲迄个酸盐，也是环保问题。嘿。酸盐就是讲较清气啦，系啦系啦。啊，咱讲迄个盐吼，盐食品都有当买啊。那迄落安尼真贵的盐哦，你看，那个淡化甘不是咸来滴啊。嘿，嘿，咸嘛甘嘛，所以大家这个甘是个嘛一个感觉哦，另外一个好食的感觉。大家还佫一个真 Q 啊吼，这真 Q， 北京都无法度讲啊。口感 QQ 的，要有写一个迄落英文，就那个 Q 啊。对啊，伊无得讲啊，伊无得讲。所以是，这就是讲台语是咱台湾内底，包括生活所有的吼，吼，而且表达你爱用台语，才有法度去台湾，吼，来表现你所有的感受就对了，吼。就真重要语言了，吼。啊，过来咱来讲这个，譬如讲，咱。恁台湾啊，从古早到即马拢总有一挂叫做诗啦吼，吟诗作对吼，啊做戏就创个，拢是用台语哦。对啊。咱毋捌听着讲伊用原住民语，吼，啊是用着客语，咱毋捌听。客语有客语的，迄落讲收档的时阵，迄落台北省迄个大戏啦。哎，大姨，啊，毋过伊唱的时阵哦，敢那唱北京语。对啊，
我无骗你。客家人的大戏吼，嘛，真正以前嘛，敢若无咧，敢若个。我细汉的时阵嘛，就收东西，啊，就叫来讲白八仙，啊，就唱迄落，啊，就唱迄个什么，迄落啊，迄个听起来就北京语啊。哦，啊，即摆咱。迄毋是客语。那恁先来讲这个，就算吟诗作对，什么啦吼？啊，过来学校教科书，学校教科书啊，我无读到，我无读到。甲阮大兄，还有读到，就是讲《支那书本》。《支那书本》以前，吼，啊，你讲《支那书本》就中国人就受气候。中国人讲中日战争啦，《支那书本》吼。啊，其实这个战争不是战争。对啊。那我真是震惊，不是震惊，是安怎不是震惊了吼？震惊是两国拢有正式宣战，你小台叫做震惊啦。啊，佮有，迄落两军小队伫遐咧结，不是迄要问题，迄无问题，迄不是要紧，就是两国有宣战，有宣战，这个宣战五分钟二导航，嘛是震惊啊，嘛是震惊啊。啊，两国若无宣战，干呐？伊是啊，伊打我，你打我，伊拍你，你咪叫做输。游击战无算。还有这输变，还有这输变，因为无宣战。无宣战啊，所以咱即摆讲话做中日战争吼，啊好啊，中日战争嘛好，对不？都你家讲嘞。爽就好。系啦，啊，一般是讲即号即，日本时代是讲，甲叫做讲即支那输变吼，啊，就是为阵中日战争个阵啊起了后，吼。日本人都实施这个叫做和平化，都把这个汉文学校国民学校咧教汉文废掉，迄阵在废掉。我是迄阵在入去读书，吼。在这以前学校爱读一个汉文读本，台语读的。我知影讲啊，客家人去国民学校嘛是读汉文读本嘛是读台语。原住民来去国民校读汉文读本，嘛是读大语啊。哦，无读原住民语啊，无读客家语啊。读大语，大语，所以大语是台湾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重要的。过来讲这个艺术，吼，艺术包括音乐啦、画图啦，吼。音乐的。客家人有客家人音乐，迄是有，吼。啊，原住民嘛，原住民的音乐是有。但是早期我山地安尼行的时阵，我所听到的原住民的音乐吼，伊所唱的吼，是日本话，是日本的，唔是原住民话哦。足侪首歌拢是日本话呢。嘿，我听起来嘛是日本话，啊，我家问啊，问因的迄个耆老啊，讲这敢是日本话，伊家点头呢。是啊，日本话啦，确实日本话，还是那无文奥语啦。哦，迄个唔知是安怎啦，我有去问大雁的哦，讲迄个我记得玻璃的事啊。因那会出来底下咧唱的时候，听听咧，无啥讲咧，要走的时候翻倒转头，过去家问啊，讲雅记，都家咧唱的那个歌是不是霓虹的歌？对吧？系啊。啊，所以吼，咱一当早讲，即台湾只有即个台语，即台湾发展才会带动所有发展起来的，对啦。好，啊，过来咱讲吼，比如讲即个音乐内底有一个艺术内底吼，有一个作戏吼。咱来讲咧作戏底，但是先来讲台湾的布袋戏啊。台湾布袋，台湾布袋啊！即摆啦，讲到台湾布袋，就是了霹雳，吼，霹雳，讲到霹雳，讲到黄顺雄的霹雳，吼，讲黄顺雄的霹雳，其实黄顺雄的霹雳，吼，甲台湾的布袋，除了伊即摆阿咧讲台湾的以外，吼，是已经切断掉，有了啊，淡薄啊，迄落啦。以前迄个黄俊雄的布袋戏还袂清起来，苏亚文还袂清起来进前啦。迄阵啊，足侪班的迄个布袋戏，迄落布袋戏班啊，足侪啊。迄是尾啊，因为迄个黄俊雄的起来了后，因遐只村的煞变细汉的，拢都没落落。唔是安尼，啊无是安怎？这个大的布袋电视了后啦，变啊只无。对啦。其实我咧电视有影响啦，吼。啊，客家人也无看到用客家话播电视。无客家人无播电视。哦。
哦，啊，像那个布袋戏呐，什么是为中国来吼、哦？嗯，啊，客家人呐，讲为中国来，客家人怎么没有布袋戏咧？布袋戏带来台湾咧，无啊吼。嗯，啊，即卖就是讲这个布袋戏，大家有一丝啦断层啦，包括现在咧研究布袋戏学者，嗯，诶，学者我看开吼，原来有些断层，因为较少咧。嗯，啊，我唔是较老。我是像你讲，我较老啦，较老啦吼。无啦，无话老，你足少年的好无？不是啊，较老。看你的年初啊，当青春。啊，较老就是看较济就对啦，看较济啦。嗯。哦，我出世的阮曾的啦，我细汉的时候，阮曾的伫这个黄海带，嗯，阴曾一点吼。嗯。我在河尾遐嘛，河尾草地，吼，啊，差不多十几公里啊。嘿。啊，十几公里吼。阮遐离阮庄个差六公里个所在遐吼，吼、嗯哦、有一个戏台，迄阵阮庄个无戏台，阮庄个无戏台，遐隔壁庄吼，所以六公里所在有一个戏台，啊，迄、那个戏台吼，都、就是阮庄个北边，个、北边哦，啊，即摆秋天开始在台咧北方啊吼，伊迄边个戏台，迄、那个老台阮都有听，哦哦，六公里阮都有听。啊，阮老爸啊吼，来参伊一个朋友吼，阮叫伊明哲光啊，这个朋友，两个就挖嘞，点点，他大家练嘞，无用行啊，用行，往北走，往北走，要去看布袋戏啦，伊那哩行六公里去看布袋戏啦，啊，我参阮大姊个一囝，嘿，阮哩国民下吼，啊，阮等啊，啊，看了阮老爸因两个老伙仔。阮两个手牵手哦，对后壁，对后壁，咪咧咪对后壁去，哎，那去，你惊我就惊，啊，惊到戏影点哦，戏影搞因，吼，拍票，较早是无拍票啦，吼，较早是要入去就钱花就好啊，吼，啊，看伊拄要入去的时阵哦，我参阮个孙仔吼，两个在为啊三支咧去扭，扭诶，啊，都安尼锁着就入去啦。哎，阮老爸会骂我，变骂孙啦。嗯，变骂孙啦。你讲，哎，你好，啊，我坐里面看布袋。啊，迄个布袋啥来做嘞？就是黄海带。伊本身。嗯，黄海带来做，黄海带做那可能较少年吼。黄海带来做。啊，这个黄海带才传落来吼。哦。啊，这黄海带有一个问题啦，即嘛无人提出来讲，我甲提出来讲，阿彭说这是事实啦。这是事实，我听来讲，所有研究这款的人，人别人的这个弱点啊、缺点，无爱敢讲啦。哦，啊，恁即帮，我，那你都爱讲啦。我直接讲啦，就是讲，该阵啊战争的时阵啦，汉民化较深的时阵啦，日本开始禁台湾的布袋戏啊。日本人开始禁台湾布袋戏，哦，但是伊唔是拢讲禁，伊。台湾的布袋戏哦，改做，改做做日本的布袋戏，改做用讲日本话，讲日本话，哎，红啊吼，哎，你就你看欣赏，我那迄条头壳，哎，千八那条头壳，用迄款的，剃，迄落迄头毛安尼，白白一张的，哎，日本的迄衫裤，迄时代级的衫裤，穿好好的，穿龙人的衫，哎，亚日本刀，武士刀，亚武士刀，啊，你做日本戏。就萨鲁托比萨斯克，萨鲁托比萨斯克是即马讲的忍者啦，忍者，好，即个阿大啊，甲台湾的部队改做安尼，啊，安尼甲国民党共款，国民党就变中国强，虽然文演甲真精彩，造出一个中国强，啊，这不只讲，啊，这就是讲阿大啊，吼，黄海带甲台湾的戏改做安尼就对啦。啊，我感觉伊这足无奈，一定毋是伊本身要爱安尼啦。好啦，咱即下老师休困一下，等下大哥，等下大哥继续。